Hello， 我体重已经称完了，然后现在是我的第一顿碳水。蔡哥给我煮了那个羊肉面，枸杞啊，还有这些补气的黄芪，还有羊肉。但现在吃不下羊肉，是想喝点汤吃碳水。热乎乎的感觉，身体都暖和了。辟谷了一个星期，称完体重可以慢慢的吃饭了。